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卫晶。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25届 R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的最终局，很高兴能够和刘晶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兔哥，你好。兔妹好，棋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们在给您现场直播的是那个 LG 杯的最终局啊，前两万众瞩目呀，对，万众瞩目，也是算是那个咱们年前的一道大餐啊。对。那么呢，在前两局中呢，双方战成了1-1啊。从那个前两局的发挥来看啊，我觉得申敏骏那个他的那个心理状态调整的挺好的。哦。啊，因为第一局的话，好像听说柯洁还是。休息的不太好，但是呢，那个申敏骏他的那个从他第一局的发挥来看，他明显是，很带着很重的心理压力，他想去拿这个世界冠军，结果呢，导致呢发挥比较失常，然后全盘是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呢，通过了休息一天后第二局的表现来看呢，他。我完全是放开了申敏骏，可能是完全就觉得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下手去冲击柯洁，所以在第二盘里面，那个申敏骏的发挥是特别的好。他似乎是把这种压力变成了一种动力。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近两年来这个中国棋手在世界大赛上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耀眼。对对，这夺冠的次数是远远的压倒了那个韩国。好，这是现场的画面。现场的画面。这应该是韩国棋院。那么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LG 杯从预选赛开始，所有的比赛都是在线上进行。是的，这应该是在宣读那个注意事项。好，这是申敏骏。对，是他。对。对，大申。因为。在这个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印象很深啊。第一局呢，他是穿着一身白色的西服，对。第二局呢，也就是穿着他今天这身衣服了。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觉得这个服装能够给他带来好运吗？是的，是的。因为昨天的时候，我跟王瑞也说过，这个就是其实我其实，在比赛之前啊，还是蛮迷信的啊。对。就是如果说你穿那个。某件衣服输了的话，你第二盘肯定是要换衣服啊。如果赢了的话，就肯定不换。所以这个是他的胜利服，对他来说是。好，我们也看到他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暗示啊，没错，心理暗示，没错啊。这个是柯洁，柯洁，大家比较熟知的啊。我们细心的那个棋迷朋友们应该是可以发现啊，那个柯洁是在第一局里面，他是之前那个采访里面也说了，是因为休息不太好啊。但是下得非常好。对。不影响。不影响啊。那么呢，今天看他的那个头型啊，好像似乎也是，看这个样子是似乎这个。又像是心情不太好的样子啊，休息不太好。感觉他这个后头的这个头发睡毛好像竖起来了，睡毛直竖。对，今天在中国棋院呢，这个柯洁也是到快比赛刚开快开始的时候，才进入赛场。那柯洁应该是因为是早上8:30，那个是韩国时间是9:30，咱们中国时间是8:30，是同时开的。所以应该这个时间上对柯洁应该是还是有点影响，会影响他的休息。对，其实中国的比赛好像很少是8:30开始。对，没错，因为现在是线上嘛。对。LG 杯呢，就历史上基本上都是9:30开赛。那韩国时间9:30，我们中国时间就是8:30，这也没有办法，有时差的关系，所以说那个从这点上来说，对柯洁是有稍稍不利的，因为那个一大早还赶上早高峰，还要吃早饭，还要早起再赶过来，万一堵车又怕迟到对，要考虑的因素还挺多的，还挺多的，是的。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这盘万众瞩目的这个第三局。好的，好的。那这盘棋呢，是柯洁猜到了黑棋。对，经过拆先，因为第三局重新拆先啊。那么呢，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猜对了，因为 LG 杯是可以选的嘛，猜对了可以选黑白。对。但是这个比赛因为是韩国规则，是天天不办。理论上来说，那个。猜中的人选黑棋的概率还挺大的，但是因为前两局都是白棋获胜了，这就对了，就是，所以说这个至于是不是因为柯洁猜对了选黑棋，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啊。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贴六木半的话，其实这个胜负还是50%的这样一个比较公平。对，就从那个咱们 AI 决议的那个初始胜率来看，其实双方都基本都50%对50%的。对，如果七木半的话，还是黑棋压力要稍大一些。对，这个题目 那是肯定的，多了一木棋。对，影响还是有的。对，好，而且。我们中国的比赛里面基本上猜中了就是黑棋，也不存在选黑白的问题。对，啊，好，第一手下的小木。哎，这盘棋我们可以发现，从第二手，我觉得这个棋手的心理上还是很重要的。从第二手，其实我是发现了那个申敏俊，他肯定是有备而来对于这个布局，因为他第二局的时候他是守在这里的。然后黑棋是走在了一个象小木的这样一个布局。然后呢，这局呢，他就特意的走在这里，就是让黑棋换一个方向的那个错小木啊。对，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是好像不起眼的，但是呢，是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也是之前也下了比赛下了很多年嘛。对，所以坐在棋盘前和那个同一个对手，如果要连续下的话，这个心理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兔哥还是经验相当老道，没不放过这一丝丝的细节啊、从细节中看问题。没，只是这么感觉啊。但是呢，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因为从那个第一局完了以后，我看那个他的采访也是，就是申敏俊，因为他在赛前呢，准备了很多的布局啊。就看看做过很多的功课，充足的准备了，对，做过很多功课。因为这个现在啊，最近这个这一段时间吧，柯洁石黑呢喜欢下两个小木所以他肯定会专门为柯洁这个布局要准备一下。那这么说的话是都来一下，那个两个小木我也来一下，这个也来一下啊。对，好，然后再小木，赢小木，对，黑棋点角，白棋挡这边，对，黑棋爬。白棋长，没有选择很复杂的这个米氏飞刀就怕它拖是吧？对，这个拖也是挺担心的。长，那么就是长一个，就是简简单单的拿了个先手再挂掉，再挂掉。这时候挂两边是不是都可以的？都有，挂这个都有的。实战是选择这个挂，都是可以的。好，那么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时候黑棋。没有在这个地方继续硬，对，黑棋也是选择了挂角，白棋，然后白棋，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如果黑棋要硬的话，好像就是一手、两手、三手，大概是这种吧。夹击现在比较少见啊。如果不走的话呢，那么黑棋、白棋肯定是要飞压的，飞压过来，对，就压迫黑棋一下，黑棋爬。以前的定式都是跳出来，对，现在呢 AI 的推荐也有飞的，反正两个都有，可以都有，但是他 AI 是觉得是飞比跳一个要好一些那么还有，当然再爬一个也是有的，所以实际上黑棋是选择了飞，选择了飞，这个是完全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对，他们肯定比我们懂，对，这个地方的这个变数啊，还有这个赢棋的概率，他们肯定是。特别清楚的，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是大家可能，又是我也想说，细心的棋迷朋友们可能要发现一下刚才我说是挂角是大概是这三种走法，但是呢，但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外面的那个都不一样，场合不一样，场合不一样了那么呢，如果白棋在这边再这么走的话，那就比较傻了，因为黑棋现在有飞到这边来了。对，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二路的硬头，对，所以说呢，就是下围棋还是要根据场合的不同啊，选择不同。对，在空旷的时候，那么这三种下法比较常见但是我们也是推荐给棋迷朋友们，也不要是学这种好像 AI 的招或者职业棋手的招，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还是要下自己的棋，下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棋，这样才好玩嘛。是。那刚才也说了，兔哥说了，就是这个地方这条边现在这个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了，就这条边这个走子的架子很小了。所以实战呢，白棋选择从这边加过来。对，二进第一加。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般加完后为什么现在没有？就是如果这都是很空旷的时候，
家机变少了，其实就是怕飞。啊，怕飞。那现在依然是飞。现在白棋敢冲断吗？冲断应该没有什么好处吧，就是并没有什么好处。对，把这个是吃掉也很无聊的。哦，对，这边对这边不是白棋想要去经营的一个、一个地方。如果形成战斗的话，也没什么意义。战斗到黑棋正好子力就往那边去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对白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实战白棋是选择了爬下面。对，这个是。这个时候呢，白棋也是选择了飞这个，两面同行了。其实当然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爬一个，当然也有了。对，我就挺想爬的，我想爬完了之后脱先了。爬完脱先，对，再爬就爬不到了。哦，对，不要爬了，往回拆一个。这样当然也是一局了，因为将来拐下来其实还是蛮价值也不小。看起来拐下来再飞上来是吧？对，一块空，好像没他实战好。也不一定，也是一种选择嘛。就看清下方。对，实战呢，就是生命局呢，还是选择了飞。飞，那么呢，就是这边形成了就是两边的一个同行的一个形状。是。这样怎么样呢？现在还早吧？还早。也就是说，现在在棋盘上的所有的落子，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问题，没问题。这个选点很多，主要是啊，就像现在黑棋的下一手啊，当然应该这个地方因为有夹击啊，可能是要往上面走的。实战呢，已经是震了一个。现在棋盘上的棋都。这个位置都比较正常，对，没有什么。就是说，正常来说，如果白棋飞手硬的话，那么黑棋或者走这边或者手脚等等吧，这个都是可以下的，就是选点很多，可以自由自在下围棋。对对对，那实战呢？白棋这个时候没有选择飞这个，是这个好像第一杆还是飞回去的。对，下一步棋我觉得很体现这个申明骏的他这一个棋风吗？不是，他的斗志啊，他的斗志，我能感觉出来，很积极。他这步棋下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到是把这个白棋往这个地方靠了一个。这步靠确实是不容易想到。对，首先这个地方好像是有扳断的下法。对，这个一定，这个要白棋要靠，首先要想到黑棋要反击，然后藏这个，藏这个是，我是打了贴出来吗？打贴出来的话，就是变成一个转换了，转换好像这个棋也差不太多，然后断。然后我看这个就是 AI 有一个对，打几下之后就吃下去了。冲下去，再打下去。对，这个变化其实也是对于人类来说是比较难判断的。对，好像是成了一个转换。然后拐死。是拐死，不是走在上面。对，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图。这个变化图我感觉黑棋应该是可以选择的呀。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黑棋还挺满意的。就是这边吃到这就给了，但是黑棋转到这边来，把白棋这边被他边给削掉了。感觉还不错呀。是，但是这个好像得分是差不多的。对，胜率是差不多。可以接受。就可能说就算胜率差不多，但是感觉上黑棋就是容易掌控一点。好吧。对，那这个扳其实也是黑棋可以选择的，但是这样一下子这个棋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白棋也不就马上进行战斗了。对，他不一定也要打这个，是吧？对，比如说什么这种地方的，对，都是有可能的。马上进行战斗。申敏骏也是一个好战的棋风啊。但是之前听说好像他并不是也憨厚，是吧？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师傅是李世石嘛。对。但是他的棋风好像跟李世石不是特别相像的。所以李世石有点不太满意吗？既然是徒弟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满意的。是。那肯定他棋肯定还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对，其实我觉得柯洁以他这个对棋的理解来说，他这种棋肯定是一眼就能看得见，然后至于为什么不选嘛，就因为实在没有这么选择，我觉得还是根据，我觉得还是他的那个赛前的一些战略有关系就是觉得还是先慢慢来，就等待那个申敏骏自己来犯错。我觉得柯洁是一个这样的想法，这个还是不错的，把战线拉长。对，因为综合来看，
柯洁的实力应该是肯定是要比申明星要好，因为从成绩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而且在大赛的那个，尤其在决赛的经验上，那个也是远远的超过了申明星。对，那我们也说一下这个。这盘棋其实是柯洁冲击他人生当中的第九冠。第九冠，对对对。他如果能拿到第九个冠军的话，就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拿世界冠军最多的一个棋手。之前是古力是八冠。对，现在他是追平了谷歌的这个八冠。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第九冠，其实他的第八冠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战胜了申真谞拿到的三星杯的这个冠军。那么他其实是九进世界大赛，八夺冠军。那现在这个得分概率很高啊。对，相当高。这个算下来可能是会不会是最高的，有没有可能一次。如果说是不算上这次的话，那个之前九次八次的话，应该是历史上应该是最高的。因为像李昌镐是他是前期可能是拿的比较多的，但后期他好像也五六次，对，起码有五六次都拿了亚军。从那个比例上来说，应该是柯洁应该是最高的。但是像申真谞这种就不算了。申真谞好像是不是申真谞也输了。对，决赛也输过。没有那么多次。对对对对对。对。都输过，所以那对于这个白方的申明骏来说，这其实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进入世界冠军的这个决赛啊，世界比赛的决赛。那么能不能夺冠，这个对他自己来说其实也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那肯定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第一局那个显得一面倒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应该是申明骏没有调整好状态，是心理状态没调整好。其实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刚才我跟那个范导我们两个说了，那个柯洁全方位应该是比申明骏要好一点。但是呢这个优势呢也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说也并没有，他的优势并没有大到哎呀一看见就随便赢，那远远没有达到。对对对，因为每一盘棋其实都是全新的一盘棋，没错没错，它不会有重复的性的东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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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都是棋手在自己创作。对对 对, 对，而且尤其现在有 AI 的那些出现以后呢，我觉得那个各位那个职业棋手那个差距应该是越来越小。对，而且恰巧像这种局面大家都没有面对过。对对对，所以有可能这个有些人的长处展现不出来，有些人的短板可能就没有体现，对对对，这也是有可能的。是的是的，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实战呢柯洁没有选择这种复杂的下法就简单就扳了一手。对，把战线拉长。战线拉长，然后是在这里猜，把实地拿住。就是像简单的就定型。那初哥这个地方我觉得呀，黑棋这很想把这个顶掉。是是是，为什么不顶？为什么把这台顶掉呢？我也不是很明白，这顶一下好像是顺手的一个行为哈。对，顶一下应该没什么亏的。他是不是觉得这个顶完了之后这个地方还有断呀，想保留到这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这样的话呢，这个以后还是有一个断，而且呢，第二呢，他不想顶的，可能是他就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些断，因为后来我这边有搬出来的手段。因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黑棋就不选择顶了。对对对。反正我都以后要在这儿补棋，我就选择单长，那这个以后会有搬。对，会有弱点。而现在白棋点了靠了就等等利用了都有了，对吧？对，那这步棋挺有味道的，不把这下顶掉。但是你不顶的话，我觉得白棋可能也不会断，他也会来。这个时候就是你既然不走，那我就来走，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白棋实战是把这个顶了。对对。顶这个，顶这个的意思是，黑棋不会粘吗？如果你帮我把这个补掉，我还是很高兴。粘这边，将来这边这个跳的时候，那个味道不太好。跳这个。这个黑棋如果补这个呢，这个地方有跳出来。就像而且损了，而且损了，这样白棋便宜。对对对，就是这样，有可能，而且就是他如果是就算再跟着走的话，这个形状，这个不一定有藏在这里好。对，这下步白棋一搬，黑棋怎么办呢？是，这个黑棋还是有漏洞。有漏洞。所以这个地方黑棋选择了退一个。是。
然后其实这时候因为白棋从那个心情上肯定是想拐这个，嗯，啊，这时候其实黑棋可以考虑脱先了。哦，哎，这个其实并不大嘛。原来这个地方是可以脱先的。对对对对。我还想白棋这个打过来好像很大呀，这个打过来如果说你这边有很大的棋块势力的话，当然是大。哦、但现在我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况。哦，这个配合确实要看一看啊。嗯嗯。那这个手棋现在没有那么急了，没有那么急迫，哦、就是将来就算白棋打黑棋，就算往脚上飞，嗯，这样也没什么关系，就看清，全部看清这杆，哦，然后就现在先抢大场吧，嗯，当然白棋这手本身价值当然是不小的啊，这个首先要需要承认这一点，嗯，对，嗯，只能说走成现这人这个形状呢，其实还是双方也都下的挺不错的，啊、嗯，那黑棋这个时候。哦，他白棋就是顶了拐，对，然后呢，黑棋还是很灵活的，灵活选择了脱先啊。黑棋走到这边，对，确实是这样。对，这个因为没有必要再去尝，再尝他跟他走的话还要尝、嗯，这边大场就轮到白棋来先行了。嗯，主要这个地方黑棋有一道势力的话、嗯，好像也没有什么目标。没错，嗯、就是双方的可以完全都可以看清。嗯，走到这里，哎呀，对不起。这步棋加的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神奇，有点神奇。嗯，进攻的态势很足啊。对，这步棋啊，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就走个远一点的低位了。这边、啊，对对对对对，那就跟夹击那个。我比较胆小啊，拆个边啊。实战黑棋，实战主要是、感觉是冲到了白棋的面前，这步棋很挑衅的，嗯，很有挑衅意味、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想攻击这个，直接发起进攻啊，直接发力了，直接发力。就是如果你要、从这边来，那肯定要分段你，嗯，如果你要是跟到这个硬的话，我就顺势可能就转身经营这块，嗯，可能是这个一种思路啊，嗯。好，那看看白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应对呢？白棋这时候先尖了一手，这步棋，对，这步尖一定是有那个要引针的一个作用。这个、我们这个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它这步棋一定跟下边这边有相关联的一个下法。嗯，一定是起到引针的作用，不然的话没必要去尖一手。对，因为本身这步尖并不便宜。嗯嗯。好，那实战它的这个连贯手段是什么呢？那就是脱段。嗯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争执是为什么争执呢？那他可能应该是就担心，嗯，黑棋打了长这个、嗯，就是最简单的啊。啊，这样子。白棋拐吃啊、嗯，白棋因为只能拐吃啊。哦，这不能被黑棋冲上来。对对对啊，对，他应该是担心是这个争执啊。哦，这样的话呢，白棋跑是争不掉。啊、嗯，刚好跑到这儿，然后这一打。拐打的时候是个虎口，没错，哎，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他正好就从这争。哎，没有这个的话，这个等于后面是争成这个样子，然后黑棋从这一打啊，这有黑子，然后从这一打，白棋就跑不了了。是，有了这个呢，这个跑到这儿就是一个虎口，黑棋放不进去。但是实际上他其实当然这个也首先他不一定亏哈啊，但实际上就算不走的话，黑棋会这么选择吗？我也觉得也不会，就现在再来尖、你再来引针你怎么办？你只能提了，那边也很大呀、哦，确实是有可能呀。我觉得这样就是直接来，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也可以考虑啊。当然他这个尖不一定亏了啊。嗯，或许他之后就是为了翻粘。有可能，有可能。嗯，那么呢，就是先，反正重要不重要，他主要是就是防止了黑棋的那个争掉以后的提掉的一个变化吧。哦。那这样就省略了我们中间很多的判断，对，比如说兔哥刚才说的白棋把它走成这样之后再来尖，嗯，也有可能形成转换，是、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就不可能这么选择，对，清晰明了，黑棋也不可能再打成这个。那么呢，现在局部的要直接作战呢，因为黑棋应该是不利的，嗯，那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其实是借了一下劲儿，然后就是可以弃了，然后再进行这边，这个是完全都没问题的。那这个黑棋这个下法还是很灵活。对啊，实战他就是打了打。对，他觉得你这个里边也损了一点，那么我这个对，这样黑棋也挺好的。嗯，因为这白棋如果不走的话啊，好像很明显白黑棋是一跳。嗯，那他很难受啊。嗯，是吧？对，这个白棋没有办法去冲出来了。他就他一这个一冲，这被一
堵住这白棋、啊，这个就缩回去了，缩回去了啊、嗯，连打都不敢打。嗯，这黑棋走得很舒服，嗯，黑棋走得很舒服。对，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走的话，黑棋有一个跳的手段。嗯，我们白棋还需要再继续在这边再落子。嗯，那么这个形状呢，千万不要去跳尖这个啊。啊。尖这个看起来好像快一点，但实际上可能是反而帮黑棋下子了。嗯，看起来这步棋好像也没啥问题，补棋效率挺高呀。黑棋跟着你硬，说不定这反而亏了。啊、嗯，在那还得跟，其实这样的话是帮助黑棋来成空。嗯，你不走反而亏了嘛。嗯，你再走下去，黑棋之外就自然就成空了。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也是黑棋这手棋的意思。那他很希望白棋在这儿、嗯、或者在这儿跟着他走。啊，对，拐一个，啊、哎，对对对，范导说这个是跟我这个是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啊。啊，拐的话正好凑黑一扳。反正无论走什么都是臭黑成空。嗯，对对对对，我们都是臭棋。我们这两步都是臭棋，大家不要学啊。这两步都是臭棋，确实是。嗯，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那么因为黑棋不走的话，又有一个跳，怎么办呢？必须得你要自己回吃，那是肯定不能考虑的。嗯，好，那个就是实战。这步棋是值得爱好者们可以学习的一步棋。嗯，自己并一手。对。啊，先冷静一下，把拳头缩回来啊，才有力嘛。嗯，哎，兔哥，我记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相似形状的一个定式啊，对，就是、这个，但是我也试试，很老很老的一个定式了，好像是这样高，哎，我想想啊，脱退的一个定式吧。啊，这样啊，是不是？我也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好，对对对，好早以前的一个，然后再脱断。这个对，这个高挂，哎，这样对。高挂，然后高加，然后白棋跳，黑棋跳，白棋拖完了退，黑棋虎，白棋拖断，然后就是这样子。现在看起来这步好像这个问题都很多。这个是那个范导刚才说的是，这个定式是可能有15年前以上了吧？我觉得，就是曾经有一段很流行。是。但是现在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对对对。不一定正确，都是我们走过。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判断，过去的、哎，但是只是有这么一种下法，但实际上这个下法其实现在看起来，确实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确实是像思路更开阔的，确实像那个范老师说的、这个时候他要补的话，他就是单并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对，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这个，哎，好，就这样。回到这个形状，哎，所以说他这步并，是实战是下的不错的，那实际上这棋黑棋还可以继续跟他摆起来，哦，踢的，哇，哎，但这个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这个我如果不走的话，你往这儿跳，我的气就长很多了，对，但是还是有这样的手段，对，有白棋会好一些，但是黑棋有这样的手段，哇，这个这样的话可能会积极一点，这个后推车确实难以想象，因为。我也是从你这个刚才那个形状，黑棋有这样的下法哦，还真有，就15年前有这样的下法，哦，还是有可能哈。这个不知道 AI 会觉得怎么样啊？哦，有，这个、就是其实也有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思路就是一样的。你现在在走还是要松控？对，帮黑棋。反正你不走的话，将来他无论走什么，他就算傻贴也都是先手啊、哦。啊，这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很明显，你不走他要打进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呢，黑棋肯定是要走死，要不然就走的紧贴他，就是紧凑一点。要不然也可以考虑飞这边。飞这边呢，可能会觉得太空了，还是有点虚。有点虚。因为走这个没有贴紧白棋的气，也就是说以后你再在这儿走都是后手了。对对对，就是有点想有的那个思路啊，就是当然你要直接补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只不过这样的话，一下那个整，好像感觉那个整盘棋就是。又进入这种很拉锯战了，哎，拉锯战了，这个就是功夫棋了，要看后边。对。那实战黑棋啊，柯洁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先冲了一个。这还没走啊。对，先冲了一下。先试了一下硬手是吧？对，这是难受对方一下。哎，你这个棋变成让你变成鱼形，你这个是要追求这个形状好一点呢，还是目数多一点啊？这基本上还是先挡住再说吧。就是作为人类棋手来说，因为这个挡住啊，我们可以看，显然它将来很有可能全是空啊。对，你这跳，这将来这一冲就没空，步数变少了。那如果走到这的话，它肯定要缩回去了。
哎，那如果冲到一下，是不是更想走？更应该贴这个。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这个，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走到这里嘛，对吧？让这个纸再发挥点作用。这个确实是一个用意啊。嗯，这个。那如果说冲完再走回去的话，那个冲一下其实。没什么没什么太大的必然性嘛。就是这个词对不对不知道，反正难受对、对方就对了啊！我这冲完一贴，我难受一下你啊。也是。不过这一下呢，这个白棋是没有退让，还是挡住。挡住的。虽然形状好看，对，因为我觉得对人类的棋手来说，肯定是先把目数先不能缩嘛，对吧？你要这么缩的话，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因为你挡之后，将来它还是有什么上面还有一点先手。对对对。对，其实挡上不一定便宜，就是。但是从心情上来说，绝对不能收。对对对。好，那这个时候呢？这边就拆回来了。对，黑棋拆回来，那这边已经定型了。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刚才白棋这个地方是走了一手棋了。对，这个地方如果走完后，将来不走，黑棋这个利就太太大了。对，将来不仅有跳，而且是会让白棋这个尖显得特别臭。对对对，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话，白棋绝对不会去尖。对，将来要走的话，起码是飞这个啊。对，这两个交换，那白棋就有点损了。很俗。好，那实战呢，白棋这个接下来两手呢肯定是挽回颜面啊，搬这个。对，黑棋搬，这个时候我们千万要小心了，不要去看，这个我可以把你搬下来吗？搬的时候黑棋可以吃这边这样的话如果进行成这样，这被黑棋一长，瞬间白棋这个大本营这个空就化为乌有了。对，这个白棋往这边再走走，无论走哪当然是一个看起来是个转换啊，但实际上这个转换是价值是不对等的。对，不成正比的这个。所以这个扳之后白棋的连续手段是粘上的。对啊，就粘上。对，粘上就不走的话它有扳，就相当于是扳接是一个先手。对。这样呢黑棋把这个挤住。这个扳接有损的地方，对，就是把这个就上面这个损了。但是这个跟比起这个目数来，我觉得无足轻重了。不，那肯定还是目数最重要。对对对，先把目数拿下。对，那实战呢就走成这样。但是我是不是有时候感觉像白棋这一块啊，好像他没有自己补回去，就自然就好像显得还不小啊。对，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因为你看白棋这个目都。走到五线上来了，对，将来黑棋好像怎么着也得想办法要欺负一下白棋吧。如果说这个就自然让白棋这么沉起来的话，白棋应该是效率还不错的。是，但是从这个就是这种现在之前的那个下法来看啊，双方是我觉得都下的都挺好，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理论上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一盘还有很漫长的一个棋局。漫长的一个棋局，对。黑棋也没有下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黑棋下的也挺很好的，很正常。好，那这个时候呢，白棋选择的是飞这个，因为这不走，可能黑棋是大飞起来吧，是不担心这个。在将来还可以再。对，这步棋很大。这边要起一块。扩张自己又倾销了对方。现在可能白棋现在一直没打，可能也是怕打了，万一是黑棋脱先怎么办？黑棋有可能怕黑棋脱先，因为这边这个棋很大。对。现在打的话白棋黑棋是要走这边。那这边是双方这个消长的要点了。对，反正挺想下的就是。对。那实战白棋也是往这个方向下了。这个方向下。白棋飞这个但是这个飞离黑棋这个硬头还是挺近的。因为这反正黑棋要长白棋就推几下，这个黑白棋是也不用疼。也不怕的。那实战呢黑棋这手棋还挺鬼的啊，黑棋现在往这儿点了个方。是硬手。对，黑棋白棋已经这么厚的情况下，黑棋这个点方是什么意思？就是看看你硬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假如硬在这里啊，那么呢将来它可能吊起来的时候，这边你肯定逼迫你必须要硬。你要走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要走在这里啊，那么将来说不定还有些关子。比如说这个拖一个搞事情。对，会有些关子问题。有可能会有关子便宜。他就是反正现在因为是白棋这边已经走的时候先问个硬手。好一招投石问路。看看你怎么。对对。你怎么选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换个角度啊，如果你是白棋当黑棋来点你的时候你是会是不是感觉有点头皮有点发麻。对，就是我就。很烦，就是脸上会摆出很烦的表情，然后其实心里面也是挺烦的。这，
就是先首先要先看对方一眼，表示你非常讨厌，瞪他一下是吧？对，然后再想招。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白棋来说，想起来说容易陷进去。是，一旦你不想而且有可能会花你一些时间。哦、对。因为这一次黑棋可能是免费的，对，就先点你一下，看看你怎么办。对，因为你白棋不可能说是去吃到外边，这样黑棋这个里面太轻松了，哦、吃在这里。对。哦，那有点不太敢吧？肯定不敢，不太敢。对，所以很轻松啊。对于黑棋来说，白棋必须得应他。对，而且因为是，白棋因为黑棋已经，显然是把白棋这块就当空了，对吧？对，这时候就是正好来试一下应手。嗯，这个有点头皮发麻啊。嗯，那实战呢，是明俊石在这里一注。对你逼在这里，反正将来还是有一些借用，对，比如说靠一下什么的之类的。而且这个地方下面对，将来这底下有可能会有拖了，对，还有一些官子便宜，所以这个柯洁这手点方还是挺鬼的啊。对，反正就是这个时机的选择，时机还可以。对，如果一旦这个白棋这上面有棋了，你要点方，我真是要吃在外面了。对，没错。对，这个是一个好时机。在还没有把白棋走实之前。对。嗯，好，那黑棋走完这个之后，走了一步，就冲这一步啊。不过呢，就是这个事情呢，也不是都是有两面性嘛。虽然走完感觉还挺爽，但是将来再往下想要去欺负他的时候，就未必是先手。对，未必是一定先手，就是说肯定都有得有失吧。哦，所以兔哥这一番话好像也给白棋指了一条明路，就是这个头是会落好，我让你在这个局部官子可能获得了便宜。但是你就别想在上面便宜我了。对，你上面就不能上面来下面来。对，那受不了。围棋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游戏嘛。对。所以这个分寸掌握起来也挺难的。也挺难的啊，而且很多就是又选择起来，因为好像怎么选择都可以的时候，其实是很烧脑的时候，就是。是的。因为很多职业棋手因为经常常考，就是因为在选择上就碰到难题。对，那这个对于黑棋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直觉。一种职业的职责，没错。对，但我觉得我自己下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也是会有一种直觉，但是可能是一种错误的直觉。是什么样的直觉？就是比如说相同局面，我下成这样，然后我走这个，对方不来应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心里就很别扭了。我可能觉得，当初我为什么要走这个呢？我虽然这个地方走出了一点味道，可是呢，导致了我走这儿的时候，对方可能不应我了。我再往上下去的时候，这两手棋就可能亏了。那就当初为什么要点呢？对，我当初为什么要点呢？你本来是给人家出难题，现在给自己出难题。对。人家反而不理我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下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这个度很难掌握。你有可能不，我觉得他们高手之所以高，就是他很容易掌握。就有人说很容易掌握，就掌握的比别的棋手都要好。对，比如像柯洁这个柯洁的技术就不用说了这绝对是世界的首屈一指的嘛。所以在某些方面，他一定会有他特别强大的地方。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要小心了，我们这个棋不要说是哪都想去便宜别人啊。是。对。那实战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白棋没有在这里继续硬黑棋了。对，因为再硬你没有意义了，这边也围不大的。对。那实战白棋是选择了直接。直接点这个，点进黑棋角上了。这步棋倒是试一下应手，如果你挡的话，它一拖啊。这个如果说之前有个这样的啊，但是因为是场合不同啊，有一个这样的脚步，有个这样的变化。如果现在还是走成这样，对白方来说，它就会很舒服，因为这样黑棋这条该后没有什么起到作用，白棋是顺利的就把角地给掏掉了，就走成这样子，白棋是非常满意。那兔哥，这个局部白棋点进去之后，黑棋是不是很难吃掉这个白棋？很难吃，但是他也不一定非得要吃嘛。至少如果说你要就做，如果做活脚上，黑棋外围很厚，不要像刚才那样啊。那样的话，黑棋是外围还行，但是他得到的太少了。配合不好。配合不好，他起码要挡在这里，然后你要想做活的话，还是要付出点代价才可以。像刚才他真的是一点代价都不用付。对，
那这个时候白棋也面临着选择啊、哦。是白棋做活的方法还不止一种。白棋现在如果的方法如果走这个啊，黑棋藏这个是吧？嗯。接住。嗯。黑棋是立下来。对。嗯，这样的话是会一个什么情况？这个如果说局部的话，他冲了班接是先手吗？他有没有？我可能会不硬。他可能不硬了。对，我应该会拐角。我们来看啊。不然你太舒服了。对。如果说现在冲完接顺，然后白棋接住，黑棋要外边硬的话，白棋要挡啊，那么也算活得还挺舒服的。对。啊、现在关键黑棋要。重新的拐，嗯，如果这边有断的话，它就长。哎，这个战斗好像黑棋，不太复杂吧？应该白的，黑的不怕吧？黑的不怕啊，对，这个应该没什么棋。哦，这样子，嗯，对，这个家咱们就忽略了。对，这个不行，这不行。所以说这个白棋是走不到的、嗯、啊，白棋走不到，那它只能是。他如果现在挡这个的话，就肯定也不行啊。这个脚上一搬，嗯，啊，这个死的比较干净。对，哎，是不是能断了？哦，断的话，黑棋得肯定得吃你了，搬二路。哦，搬在这里，那么呢，黑棋白棋可能这边打一下。哦，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可以下，是吧？就是通过气势，嗯。黑棋跳，敢跳吗？敢不敢？反正你要冲断我。对，我给白棋肯定要冲断。白棋是通过气子、嗯、因为他通过气子最好是要把这个子给割开、应该是个目的。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就不活脚了、黑白棋。对对对。不关心活也活不了了。是但是这样黑棋好像还欠手棋，这个白棋挡黑棋怎么办？对啊，现在是啊。黑棋得。将来这一挡是有先手味道，对。那么这个在杀气，这个黑的有点危险。那我黑的是不是就不打这个，我直接拐？哦，拐啊。嗯。那拐这个地方。你立。啊，对啊。哦。这个我的下法还是蛮多的。哦，我只能挡。哇，这个，这你吃的不大呀，你没发现吗？我发现了，好像越来越小了似的。是。那怎么办呢？难道不是？那我就打完了。打完不是继续战斗？对啊，不是准备这样来战斗的吗？哦，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这么去战斗吧。是，跳的呀。不能死，跳。跳的就是长呗，嗯，就是战斗吧，我觉得。战斗。嗯。那么就是确实一个形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战斗，这个地方白棋也是把黑棋也给分割开了，然后这边还有点棋，哎，可能这方还需要补一手，黑棋这个地方牵手棋，对，但是呢，现在白棋还来不及，还有冲断，然后这个地方白棋还有点棋，对对对，哎，那就很复杂，太复杂了，这一下子就是我们爱看的局面了，对，他为什么不形成这样呢？对吧？对，大家精彩一点，是啊，前面好像都下的都是功夫棋，就是搞这种点的心理战，哎呀。不是我们爱好者喜欢看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讲一讲这个原因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是，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实战，两位棋手是作何选择？等上。嗯，实战白棋没有选择，没有拖、因为拖的话长的话，可能就会形成那样的形态。白棋是选择了冲啊，冲这个，冲这个，那么呢，就黑棋是要必然要搬啊，那肯定是准备搬这个。对，那么黑棋如果搬的话，白棋虎这个是不是差不多活了？基本上活了。哎，这样黑棋如果顶上是这个，那就跟那我可以断你。对，哎，跟刚才有区别是白棋应该可以飞进来。白棋可以先断这个。哎，对，然后对，这黑棋只能长，黑棋只能长。然后我可以打完了飞。对。这样我就活得很开心了。这个走成这样的话，应该还可以哈。黑棋靠不断白棋。对对，跟刚才是两码事儿。那所以黑棋这个时候搬的话，搬就是可能虎已经不好吃了，被搬了一虎啊，那是不好搬。你要是往外走，被他活到脚上去，反正白棋也是达到了目的。那么呢，如果不能搬，那是不是能先说一下？假设如果先冷静一下。那这样我如果拖呢？拖我就搬嘛，这时候不能再顶了。对。我肯定要搬。搬的话，我拱你一个。挡住了。
那我把这哎等等，这个不小心哎，这个气景不行不行，这个不能乱下。我们来看一下范老师刚才一不小心、那个。范老师很愚蠢的招法，大家不要学不要学。嗯，这个时候可以发现这个伤在这里。打不到，哎，我打不到这一下。嗯、这样的白棋不行啊。哦，是，这个大家不要学哟。你可能不能走这个。哦，那我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办。要不然我单虎这个。嗯。啊，单虎啊。嗯。单虎，我是不是？这个要下的强硬一点吗？哦，对，我觉得靠一个，我还是有点怕哎，有点怕是吧？有点担心，对，又担心。这确实是，对，有点看不太清楚啊，那或者白棋，白棋拖完，然后断这个，哎，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这个时候来断吗？嗯，那么我。如果就是现在你要下好一点啊、如果就是下的那个就算吃的不好我还是同样有一系列的气质。兔哥现在开始恐吓我了。威胁一下。威胁我。就是白棋这样断的话 我觉得也挺复杂的吧。比如说我兔哥你刚才不说这些话我就准备顶上来了。我就顶一个。不你不用顶就退这个对吧、退这个。退这个那不是给你留下了一个活棋吗？啊，你不想让我活、啊？对对对，我要赶尽杀绝。哦，这个确实也得说不定，有点。他可能是不是就局部要这么长活的话？稍有点委屈啊是吧？但既然白棋长，基本上应该还是能活的吧？那白棋会不会选择虎一个呀？你这样的话，这个被接住，这个首先这。对，刚才被你恐吓的就是这个内容。这个应该不敢顶了，不是太好。对，这个、还是也是挺复杂的一个地方。是的，黑棋反正如果要想要杀的话，一定要杀得很好才行。嗯，因为白棋是有可能会经过利用那个气子，然后外面来卷这颗子。嗯，哎，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好像，我记得白棋，飞一个是不是是活形啊？哦，飞一个，好像飞一个，但是这样这个形状粘住，哇，那是不是会有点稍稍有点委屈、有点委屈、太委屈了，就这样。哦，那这样活的就不行不行，黑棋就算了吧。算了。这样黑棋外面的形状很完整啊。对吧？那这个而且活得那么小，有点委屈。有点委屈，有点委屈。好，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寻求来作战。你来作战还挺复杂。对，那实战黑棋是选择了先顶，先顶白棋肯定也是虎。对，顶完就说现在不能搬，不能搬原因，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了，它还是只能跳。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我刚才虎的时候你顶了一个，本来你是要靠住我的。是。啊，那我是不是？对白棋来说总好。对。对白棋来说应该总好。对。至少这样的话，白棋不用担心这棋活不活了。这个棋肯定是白棋现在想要活的话啊，它首先就是往里面并，应该就问题不大。黑棋要吃，黑棋要吃只能尖着，对，然后他再拖这个，就不能长啊，长被挡或者是局部是不能活的。这样的话应该就活了。黑棋搬嘛，他接住，活的还是比较清楚的。那而且。而且他可以先拖更好一点，就是刚才也搬完，他先把这个接住以后，他可以飞到脚上去活。那我如果再靠你的 话啊，他就加就可以加了，这样白棋关子还便宜了。对对对对，这样活着还是很舒服的，因为这边有个眼，这边有个眼。白棋一立活了。先拖更好。所以实战确实白棋是先拖了。先拖好。拖完不好搬的话，大概只能藏这个，对吧？还在并这个，在并。这样的话，你接，然后如果他接住还是还原了，他可以先爬，爬，爬黑棋，退。对，他搬下去没有意义，搬下去走完后反而自己有断点。对，白棋总是活棋。对对对，白棋再爬，还爬呀？黑棋挡住。他是要给黑棋爬出个断点吗？那黑棋可以不走啊。这但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再爬。你脱先是吧？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脱先哦。可以啊。嗯，
可以脱鞋。这个走完，因为我感觉上这边，它白棋挖毡以后，将来这一段好像是不是？黑棋有点紧。对、哦，不知道好不好啊？我觉得感觉应该黑棋应该是可以不走了。可以不走。对，这个地方可以再继续走这边嘛？嗯，那可以。对吧？就是也是间隔支援下这个断点。嗯，扩张自己现在。嗯。这个黑棋可以保留。可以保留，完全可以保留，那个脚上也没关系了。嗯。应该问题不大。嗯。好，我们看他们实战，搬这个。实战。啊，白棋就挖。然后大师粘上。黑棋。黑棋啊，现在这边反正是有一些断点哈。嗯。黑棋先藏这个。黑棋现在藏这个。现在藏这个，我还是觉得这边大好像。嗯。你觉得呢？对，这边确实是有目数能看到。因为藏完就是黑棋白棋，比如跟着他贴，藏一个。你还得藏第二个，对，要不然第一个就没有意义。嗯，白棋就算最简单的就走过来，嗯，瞄到你这边，这个地方始终有一个断是吧？啊，对对对，这肯定，这还有断，嗯，两个断点的利用嘛，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步棋，关系到厚薄。因为就是白棋这手拿下来跟黑棋这个比起来啊，嗯，这总是会是有一些那个目数的，所以这个棋。图哥的意思还是应该走这一边啊，这边明显没有这边大，这个就别走了啊。白棋还现在实战还继续贴了一手。嗯，因为黑棋这几手棋，比较单纯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有形成一些这个目数。对，嗯，但是眼见的没有这边大。啊，对，这肯定是有它的价值的。嗯，那实战黑棋就是白棋还是先断了。白棋脱先了。不，白棋断这个。这个时候选择断这个。断这个不怕这个吗？哦，现在走这个。对啊。嗯。这个你现在这个断不了，你怎么断？点过来啊，难受你。会、嗯、会，确实有点难受。点方，嗯。这样确实有点难受。嗯。不太好下。啊、嗯，这可能也是黑棋担心的地方。担心的地方，实战好吧，那个实战他跟着硬了一手，应该是柯洁是应该跟范导是一样，肯定就怕这个点。人类的难受，柯哥你不怕吗？我不怕，刚才也很怕，确实怕。对这个，就点完就不知道下一手在硬在哪里。对，我们都说点方是棋形嘛，被点，因为我们人类总是不愿意去下这种猴啊、街啊这种棋形，对，很难看的棋形，就从心里面是排斥的。对，所以这步棋也是很容易理解啊，黑棋是补了个方。嗯，白棋，然后现在飞，嗯，哎呀，还是没有走这边是吧？对，就觉得这边不大，嗯，啊，那么呢，这个当然是价值不小的，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假如这不走，我们换成黑棋，嗯，将来这个万一真的点进来，哎，还没活干净呢，这确实没有活干净的嫌疑，这可能也是黑棋这个往上藏的一个意图吧。啊，以后还要去威胁白棋。对，白棋现在往二路飞。嗯。拉一下，并回来。嗯。那么呢，现在就彻底活干净了，这边有搬，这边有挡嘛。对。嗯。其实走成这样，好像真的就又进入收官了，快。哎、对。双方虽然说我觉得没有下手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可能也是跟那个决赛有关，那个下的特别的、慎重，对，特别慎重。确实刚才看着兔哥叹气，感觉我们特别想看那种大杀大砍，是啊，最刺激嘛。其实从某种角度我也是个棋迷啊。我们都是棋迷啊，都很想看到在尤其像这种决赛里面、就在大场合里面，大比赛里面的大场合，然后能看到非常精彩的棋局，哎呀，那个欣赏的特别过瘾。是啊，但是我们因为跟自己无关了，只是说站在希望，虽然是很希望柯洁能拿下第九冠，但是也同时也希望能下出精彩的棋局，对吧？能欣赏到，对。
那其实在这种高压下面，我们自己下棋的时候就常常会这个变形。对，自己下棋就不能看了。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棋迷嘛。我们都是棋迷啊。是的是的是的。好，那这个时候黑棋选择从这儿飞过来啊、哦、黑棋这个是想要经营这边了吗？看起来。那反正我觉得至少是，虽然我觉得这步棋挺大的，嗯，因为从肉眼上看上去你再经营也就是这么一点空了，嗯，但是这么一飞明显这个就不一样，还因为他出国来后总是隐约有断点，这个、嗯、挺讨厌的这个。对，所以这个关系到目数和后薄，是这个可能只是，但是他因为他有些这个长啊在飞呢、嗯、我觉得也是算是连贯，而且他这个飞呢对对现在也照顾到这个，哎对了，地方他还没活干净，嗯，就是、被白棋飞完之后黑棋有点薄，是的、嗯、好，那下一步白棋飞这个也是很大啊，哎对，这个不走他就飞进去了、嗯、就跟这边一样，嗯，我作为白棋还挺高兴的，因为两边我都走到了、嗯、对、嗯、我始终觉得这个脚还是挺大的，对，先看得见的实地先拿住嘛，嗯，然后呢黑棋把这个飞起来，嗯，那这个时候白棋，哎黑棋他不走，他也难道担心这个吗？也是，嗯，他作为黑棋来说是不是还是在想经营着这一块、嗯、觉得这个地方这边有先手点过来、啊、有点先手、哎、很舒服，是不是这么想的、嗯、也许吧，反正也是、嗯、也同时也照顾到这里，嗯，但如果现在白棋将来这里冲了一拐，对啊，我现在很想爬呀，这步棋好大。对，可以先冲一下吧。哦，先冲掉。嗯。再爬，这是先手吧？这被打起来了。这个不能再先手了，如果黑棋跟着硬，黑棋是走不到东西啊，这地方。啊。这都是活棋啊，白棋就算往里面跳跳，这黑棋。哦，黑棋要脱先了呀。哦，这个应该是要脱先的吧？哦。但我说，就算走成这样，这个交换好像不知道便不便宜。对，好像没看出来黑棋有走到目数。嗯。嗯。我觉得要脱先哈。啊、哦。跟着硬的话，这个我觉得太小了，实在是。嗯。但我觉得白棋走得很舒服啊，这有目，这也走到一点目。对对对对、哦、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柯洁这个下法来看，我们应该是能判断出来，柯洁其实还是秉着那个想，嗯，慢慢下啊、嗯，因为这现在形势并不坏啊、嗯。好，那实战白棋这手棋有点出乎我们意料，就是白棋现在往这儿走了一个，这手棋是什么意思，图哥？不知道他是不是将来想搬了先手收刮一下，哦，这样以后等于说白棋这个是瞄着这个地方的一个收束，这个打吃是先手，如果黑棋不走呢里面是个打劫，对对啊、嗯、但是他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对啊，那我如果说单吃这个的话，哎，单吃他可能拐上来啊、哦、还是有区别的啊、那我这个可能就收不到了啊、对，而且我这就好像有个恰吃嘛，对对对，嗯，那可能是有点区别。我觉得首先那个，第二呢，这边是不是黑棋也挺薄的？嗯，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断。对，但是现在我还是想飞这个呀。对、嗯，那边就算成白棋的，那因为白棋走了一手了。嗯，你如果说再不给他便宜，好像也说不过去，说不过去、啊，说不过去，说不过去。这边能忍的就忍了，其实我觉得黑棋也还好嘛、嗯。也还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下法就是往上压。嗯、哦，贴这个。这个低感吧，这个它不是一个鱼形三角吗、嗯、这个往上压就是破空吧、嗯、哦，对吧，就两种选择，要么就飞先护着这边、嗯、要么就然后那边让白棋就先手利用就算了，要么就接着跟他下啊破这边，也是一个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嗯、对，那么看黑棋会怎么选择呢，实战呢黑棋是选择贴这个啊，嗯嗯，那白棋搬起来，黑棋继续搬进去、嗯，哎，但是这样的话白棋吃这个不是先手吗？哦，对，这个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哈，对，不走的话，嗯，那会有什么问题呢？嗯，那么哎，咱们要不然先请大家休息一下、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复杂、嗯、对对对对，这个地方的变化，哎，咱们稍事休息、嗯、啊，过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这盘棋的解说。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这盘棋的讲解。嗯嗯，
我们刚才说到黑棋压了扳，哎，其实也是一种其中的一个选择。但是黑棋、白棋现在吃在这里，那肯定是马上要问问脚账，就是如果你要补不完，补的话，现在不是马上就会断点？对，这个棋下了这个大半盘啊，好像终于出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局面啊！就是、现在好像终于要战斗了。对，战斗一触即发呀、啊！现在，那么就是现在，黑棋就面临一个选择。对，现在。但是呢，你现在你不走，明显被白棋这一断，那这个子被切掉的话，这个压了扳完全就是送材了，送材料了。对，那这个地方又有一个打劫。那现在黑棋选择这个补的方法是先在这儿打吃一个。白棋粘上的时候，黑棋再来虎。这样的话就是将来还有一个一路的先手。那有了这个一路的先手之后，这个脚上黑棋是活棋吗？对，兔哥是活棋。我们看一下，如果说我这个时候白棋来吃你的话，可以。那我还是按照刚才啊，白棋吃黑棋只能这么下。对，只能点在这，因为你点到这里，它正好一弯就活了。对，这个脚步特殊性，黑白棋不入气。走在这里正好是一个板六。所以想要杀棋的话是只能走在这里。那么局部打劫的话，黑棋可以这一加。打吃，这样就是打劫。做个劫，对。但是呢，现在因为黑棋可以先打这个。那我只能粘上。因为你走别的没有用。现在对，我只能粘上。只能粘上。黑棋可以直接弯这个。但是可以躲一点，因为你要叫吃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粘上。叫吃我这硬法就比较多了。对，好像粘上也可以吧？粘上也可以，就算转换，好像黑的白的也不便宜。对。这样的话，这几个棋筋还是很大的。对对对，这样的话是局部来说是活棋。白棋如果补这边的话，黑棋这个时候。我也会这一虎就活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脚上黑棋还有五目棋呢。对对对。还活得不错。倒不是，主要他现在可以进虎，而且没什么毛病啊。对。那也就是说黑棋通过打这个之后把这个地方补上了，而这个局部这个棋也变成了进虎。对对对。黑棋这个目的就是如此，先打一手。但是这个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没错，这个白棋这个提如果是先手的话，那这个外边的黑棋好像有点薄，断点有点多。是，关键它可以不用先提，所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白棋现在这么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手段。黑棋打吃，现在没办法，黑棋只能吃这个，先手尝一下，这边需要贴住。这个时候他再来，最后会发现我们来看看有所不一样的地方。黑棋先打吃。先打吃。这个时候立的。立。然后白棋再靠进去。白棋靠进去。先问你要怎么着。现在我们看、这个、刚才如果立。现在其实白棋还有另外的手腕，他不用先提，他可以先挖这里。先挖这个，那我现在有变化。是不能打吃这个。我打吃这个，这边一提，其实先手就中计了，中计了。我这个二者不能。对对对，你能做活，它藏起来就肯定外面就碎了。对，那我就只能打在外面。打在外面。它结束。一粘，这时候这时候也不能立。然后它就可以先打这个。这个可以吃完一吃。黑棋跑，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吃掉黑棋了，这个棋筋就死了。这个黑棋不行。对，这样是不行的。所以。那他只能走在外面。对，只能补在外面了。假如说补在这里，那么呢，其实现在还可以再冲。那这个时候就黑棋就很麻烦了。是。就如果说你要是还要接住这个这样看起来他也还是可以活着。但是。上面被弯刺一下。被人打成一坨饼了。关键是这地方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手段啊？对，兔哥，他可以走这之前还得先吃这个。对，哇，那这样如果这下来打着这个白棋一跑，这黑棋不是崩了吗？崩了，这样对，这个争子还不利啊。他倒不一定打得到啊。是吗？打不到吗？他就冲之前先打。对，冲之前先打。冲之前先打是能打到，在冲的时候可能这个不能再要了。那这样黑棋好像。不太有利，不太有利。就外面，就虽然是他活了，达到了目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本来就是活棋。对对对。
现在他外面走的这几千反而是被白棋给利用了啊、哦，那这样的话就会亏损很大、哦嗯、是，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这地方我觉得如果说不能选择利的话、嗯、啊，就这样子形状，现在可以看一下，如果不用这个的话、嗯、这个是先手，嗯，那么呢黑棋外围还是非常的厚实的啊、哦、对，那么呢现在黑棋还有一个选择，就直接打劫。哦，直接打劫。对对对，但是这个好像我觉得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啊，不太容易接受。对、嗯、这个活棋瞬间变打劫，是是是、哦、但是实际上现在黑棋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应该只有选择打劫。哦，这样还看不清楚，还看不清楚、嗯、因为如果现在黑棋选择打劫的话，应该基本上胜率上应该是也是接近50%、还是很难说的一盘棋现在、嗯、很复杂很复杂，因为黑棋这个外面是非常厚的，将来一走全是空啊、嗯、对，黑棋还有本身劫，对对对、嗯，这白棋的劫材也是很难找，黑棋这边点也都是劫材、嗯、对，白棋这边肯定是没有任何劫材了、嗯、哦，唯一可能这个是，但是这样的话黑棋又甚至有很多劫材、嗯、那确实这个如果打劫的话、嗯、白棋也不见得能打赢这个劫，对对，就这样是会有、嗯、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局，虽然双方反正都有机会吧， 嗯， 嗯，有机会，黑棋因为也没办法，他不选择打劫的话、嗯、这外面很碎了，嗯嗯，好，那实战这个时候黑棋选择了利一个，利一个是什么意思啊？利一个没有看懂，但是利一个应该是没什么意义、哦、就白棋可以吃在这里，对，哎，好像掉了一个棋子，对，哎，在什么地方，这儿啊，在这儿、嗯、啊，那这个时候黑棋现在因为立了一手、嗯、那再去打劫那立是白亏的，但是虽然亏的很小，但是毕竟还是亏的、嗯、对，而且还是要立这个，立这个的话好像也是亏的嘛，也是一样的，对，因为白棋还是可以挖这个，还是可以挖，没有气的关系，没有气的关系，嗯，我们看、这个、所以说这边黑，我觉得柯洁这边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误算、嗯、哦，或者因为要不然他要立的话还不如直接单立，嗯嗯，黑棋没办法，他只能吃这个。嗯，白棋扎。对，他外面有断点，他肯定是要补断。对。那么现在要么就是这个，要么就走这个。嗯。实战走到这里。这冲。冲，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嗯、就白棋不用打这个，他只要拐吃在这里，这个再往外走。对。黑棋就已经亏了不少，因为他白棋一旦跑出来以后呢，嗯、黑棋中央的权力全没了。嗯。而且黑棋不活。对，而且这一段送了一目棋，对，关键这一目棋有点感觉白送，白送，嗯，对，那黑棋这个时候还是补回去了，嗯，那因为没办法了，对，没有办法，干脆这个三个也别要了，对，别要了，仅自一气，对，白棋拐，啊，现在可以单战、嗯，那么呢，黑棋少交换一个的话会好一些，嗯，好，哦、那白棋这个地方一跳。哎，这样的话呢，嗯，白棋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一步、哎、完成，对啊、哦、其实黑棋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压还不如飞这个，哦，是，其实黑棋走了半天只是这个地方突进去一点、嗯、但这个全部没有 了除此之外、嗯、黑棋还获得了一块没有活的棋，对啊、嗯、那这个战役好像以黑棋失败而告终啊，大为失败哦，啊，它不是失败了一点、嗯、对，这地方柯洁应该是会有一些失误，有一些失误，判断上的失误。嗯，那他，嗯，他立一下都，反正我估计他立的时候，应该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木瓜了。对、嗯、他肯定是不满意，所以才要去求变。对， 对， 对， 对，但是立一个反而是招来了损半木棋这样的一个，对对对 对， 对，一个结果。结果，嗯，那这个地方看起来申明骏是计算的非常清楚。嗯，这确实也不是太难。哦。这个确实是黑棋是有失误的，那走成这样的话呢、嗯、现在形势对于白棋来说是非常有利了，对，嗯，然后黑棋继续得跑，就要得跑那个，因为这边被点一下这个完全对，这就很无聊了、嗯、啊，这个地方然后白棋抗、这个、嗯，这白棋其实还有好手呢，这地方、嗯、可以加这个，哦，哎，你只能冲，对，我只能冲这个两个，我不能死。他先手断吃，这个我只能粘。哎，先手盖住。哇哦，这个我只能走回去。对，然后这时候他再补回去，这样是不是最安全一点？嗯嗯，
回去后马上就要冲击你了。嗯，这样白棋也很厚。对对对，这个只要黑棋这边薄，这边也围不大了。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走成这样的话，黑棋中央的潜力全部都消失殆尽。嗯，损失有点多，损失有点大。嗯，这地方将来还是得吃棋，然后是白棋三目。这力啊，损了一目，损一目，还好我看了一下，还好是损一目。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这个提完了之后啊，白棋这个地方以后收是得这么收，对 对, 对，这样是黑棋是五目，白棋如果扛住这一目的话，黑棋可以粘在这是六目，对，所以还好跟这一目没关系，不然就亏两目了。对对对，不然就亏两目，现在只亏一目。对对对，这个还是，心情好一点，对，好一点，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白棋还不依不饶，就继续点黑棋，继续想要冲击。嗯，因为白棋现在厚嘛，确实是点这个，点贴一下啊，再尖这个，因为你现在也不能挖，挖它一吃，现在打它肯定不要了啊。对，那白棋就简单吃出来，这样应该配的是不太行的，就冲一下，而且接着。就狗冲出来，就完事了。这样黑棋就全军覆没了。这样是应该是不行的。对。那所以说，现在这个手段不成立，不走的话，黑棋、白棋还可以有加的手段。对。所以他现在先把这个弱点给防住。白棋。白棋拐。拐。因为这个不走有挖嘛。走成这样确实是配棋是失败了。黑棋现在得围这块了，这个挡太大了。哎，这个挡真的挺大。哎，这是唯一欣慰的地方，是是是，抢到了这一步。现在挡完后要赶紧经营这个中央。白棋冲。白棋冲了之后再冲。拐等一下，你看刚才这也是拐哈。对。这个拐白棋是怕黑棋靠断是吧？对。靠断后他就可以先手挡。爬，那白棋这个地方下的也是很机敏。那赶紧黑棋。黑棋不走，不围这边吗？黑棋赶紧围这边是吧？然后点一个。让我唬住。唬住，然后再走一个，赶紧围中央。这个也是可以。这个现在这边要不要先飞一下什么的？是不是先手？现在不一定。能飞到吗？对，现在先不着急了。现在就是可以看出这手棋，有一点尴尬，有点尴尬。但是前面不交换的话，这个下法是完全不同的。对，白棋也不会这么下了。对，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老在后悔这步了。所以这个围棋真的是不断的在变化。没错，我觉得现在应该黑棋也只能这样来争胜了嘛。现在因为中央的权力全没了，对，只能靠围这块，因为它挡下来虽然是挺大，但是白棋这同样也走了一步很大的棋。这步棋我发现有，除了围它之外，对于这上面这块黑棋也是一个接应。对。这步棋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大的。实际上呢，黑棋好像是跟着白棋硬了，继续在这搬。他可能是希望白棋尖一手，他再脱先。这样他就有便宜了。因为这样的话白棋以后再吃呢，黑棋打一个是先手了。对对对，那如果黑棋不走呢，白棋以后搬黑棋这个变成了后手。对。这个是黑棋希望于白棋能够先。黑棋的希望的。对，因为现在黑棋显然是形势不利了。然后呢他可能是看看申敏君会不会犯点错误。对。就是先走的。那实际上呢，白棋申敏君很清楚，没有硬在这中间冲退，冲了退啊，继续想借助冲击这个中央的保卫，然后顺便就来破它，进入黑棋的空。尖，这一点好像是这个黑棋有点难受的一个形状，有点难受，非常难受。对，那这个地方其实呢，白棋粘这个是有先手的，对，它可以加先加。就是这个地方你不走的话，他这一加你是你如果你要想退缩的话就算了，那白棋就获得了官子便宜。如果你要想强硬的把它吃掉呢，他同样的在打完后就接着先手。那么随便就一挤什么的出现啊，对，就会断掉，这个黑棋就有两个断点，没有办法两全了。对。那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形状补起来还有点难受呢。
实战呢，黑棋是先飞了一下，啊、哦。啊，这是他的先手权利，因为白棋冲掉这个以后，他就变成权利了。对，那这个地方白棋不敢乱走，这被靠完虎，这马上有劫，对对对，是占白棋并住。嗯嗯，这地方好像只能补了，好像。对。实战他走到这里，嗯，在这里的话，其实白棋可以来加这个。哦，我这个肯定是不能退缩的，对于黑棋来说。啊，是吗？啊、哦，不能退还能退缩吗？我们来看，退缩感觉目是不是不够？现在白棋倒是不一定要挤啊。哦，挤的话，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顶？对，也可以顶。如、果你再来断，嗯，我拐出去，拐出去啊，这样的话，白棋就是反被杀啊、嗯。这个好，我们高兴了。这样高兴了，嗯，对，没错，嗯。但是白棋还有别的手段哦，白棋可以挤这个。哎，看起来好像是很巧妙的一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黑棋顶的话，白棋一尖我们就死了。嗯啊。那就是你说你打吃这个，打吃这个，哎、对，因为他如果再挤吃的话，你还是可以接着这儿。哦，哎，这样就没变，哎，但是他可以先跑，这下你晕了。这么妖吗？哎，真的是这步棋，首先我不能往这儿打，对吧？这边一粘，我这两个连不回，我走这个，这边一走，他再来断，对，那我就没有办法走这儿了，这边粘回去了、嗯。那我要是补这儿，这边一断，我好像这个棋也活不了呀。没错。哎。特别这手棋很妙啊，就是他加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冲了，现在那我不冲可能这个棋目数是不是不够了、那没办法，你现在这个形状这个时候嗯，你冲的话这挤是好像死的比较干净的啊、哦、嗯，好奇啊、哦、这不挤确实、这个神来之笔挤这个没有这个可能是死活题做的比较多、就建议大家爱好者们也经常做死活题啊、哦、有助于棋力的提高对对对，这个好棋形的好感觉，这个黑棋，那么关键是这个先手的话这会就产生了、哦、对，就是现在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是如果黑棋忍让就是不对、哎呀这个差不多，这个太舒服了啊，嗯，那么再挤还成不成立啊？再挤现在就不成立了。嗯、对，我现在这个可以打在这边了、这个。哎，你跑的时候我就可以打这个了，这样你再断我就可以团了。不对。哎，不对吗？你就接受这个就完了。哦、对对，说我傻了，我为什么要团？你走这个真的还有问题了。为什么要团一个？粘上就可以了。是是是是，哦、这样的白棋跑不出来，你看这、哎、就跟这个子有很大的关系。对了，好。但这样白棋也满足了，这边能加到一下便宜。他只要是获得了先手便宜嘛，获掉了一点目数，对白棋来说是白来的。对对对，哎，那实战白棋似乎是没看到这个手段。实战应该是没有注意的，嗯，没有看到这个手段，是白棋在这里靠，黑棋呢，黑棋点这个啊，那显然是柯洁应该是看到了。哦，这点应该是来防止这个下法。那这个基本功还是可以的，可以这个，这可能。兔哥，你觉得柯洁走这个的时候，这个申明俊知道他的意图吗？那不是很好猜、啊，不是很好猜，有可能觉得哎，这棋对方要跟我搞什么？好像这手棋也不便宜，不便宜啊、那肯定是不便宜。搅乱局势好像倒也没有。对，哎，这个就是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就怎么也看不明白。对，嗯，然后白棋现在再把这个顶回来，那黑棋看起来是有点送了。对，这手棋像是送菜，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在补这个棋。但是实际上呢，柯洁因为刚才白棋没有第一时间走啊，应该是没看见。这形势不利的时候，柯洁还是应该拼一把啊。对，有道理，这样把这个变化都走近了。对，就像是白棋把这个顺便吃下来。对，白棋就现在比较简单了，再顶。顶住，然后再尖出来，尖出来，嗯，现在是白棋，只要是如果黑棋再跟上一点，白棋最后把这个尖回来，我觉得这棋就没有变化了，就，那这个棋现在是白棋稍优，大概白棋优势有多少呢？反正是白棋的优势估计也就是几目棋吧，但是也足以小几目，对对，也啊，这样黑棋如果走这是一个非常简明的定型了，对 对, 对，如果黑棋走在这儿，白棋走这个棋，白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拿下了，对，因为没有，现在主要关子并不复杂，而且全盘几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能拼搏的地方，主要是对下的都比较实在，有点实在，有点简单了，对，这样可能
实战，就没有犯错的地方，就是这个是对劣势的一方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白棋尖的时候，黑棋并没有在这继续硬。对，黑棋显然现在需要拼命了。但是黑棋直战这步拐，其实我没有看懂。这个棋难道会比这个大吗？白棋这个地方肯定是更大的一手棋啊。你看白棋这个地方一点点木嘛，黑棋这个地方一看这个就比白棋要大很多。这不拐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应该也没什么特别的啊，就是就挡住。黑棋可以叫吃了尝试问一下白棋啊，你要虎的话他这个纯先手，至少紧接这个。那这边也没有棋吧？也没有棋。没错，没有任何棋。就是有点气的关系。对，没有什么棋。所以黑棋这步拐，但是你要不走的话，它的飞一个也挺大的呀。也挺大，飞完把这吃了，这个本身目数也挺大的。这也许不会比这个小多少吧。那实战黑棋拐的时候，白棋就尖进去了，没有在这里硬。尖进去。那这个时候呢，黑棋赶忙在这里拖。我觉得这个是拖完虎。这我觉得是希望白棋来打劫。应该是黑棋的最后的机会。就因为你现在黑棋如果刚才还是在吃的话，白棋把这一尖，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没法收了。所以正常的话，这个应该是拖了接住的，这样。这样。但是这样显然是这个实地上，被尖出来以后，虽然这边也破了，不过但是这边自己的目数也没了。对，应该是不足以争胜。所以他要把这个地方蹭入。这个好很多啊，目数。就白棋不敢打劫。如果白棋不敢打劫的话，白棋就接住。那他这将来这一路扳是先手。这个扳是先手啊，黑棋冲完扳。白棋只能粘上。对，他再扳粘。这一下黑棋就多出很多目了。对。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刚才那个粘上那个好像好了太多了。而且现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白棋也就是好一天，好几目棋。小几目。但如果这边突然被黑棋的时候，突然白来三目棋，多出三目，形势就要起很大的变化。对，有可能就是半目胜负了。这个天平可能会向黑棋这方倾斜了。现在，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这个高手的判断，白棋现在是不能手软的。依然不能手软。其实这是只是一个小胜负的一个局。对。所以白棋必须得吃上去。那么黑棋现在，我觉得这是黑棋最后的机会。最后的机会，只有这个打拐啊，可能跟劫材是不是也有点关系啊？白棋提，黑棋点一个找劫，这手劫是很开心的。对，这个地方是先手，不走被他并过来，就出事了。对。好，那么黑棋提回来。对，要注意是这个地方是挡是不成立的啊。这一段吃，将来这一段是一个倒扑的。对，是没有用的。好，白棋吃，黑棋粘上。劫。白棋提。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劫就是成我们这局棋的最后的胜负处。黑棋打吃。黑棋提。然后黑棋再提啊，这个都是必然的劫材。那白棋这边有劫材啊，白棋这边可以加这个。白棋这有劫材。这是本身劫。对，这个劫材也不损。那么呢，这个地方这个扑不知道是不是劫材了。好像也挺大的，这个也很大。也很大。我们看看吧。黑棋现在该黑棋找劫。黑棋实战是挤了一个。挤也不亏，挤这个是劫材，没问题。提，然后白棋是打吃。这些都是粘上，白棋顺手的劫材。对，然后黑棋尖。尖一个。尖一个。白棋冲了一下，白棋先冲，然后把这个拖过。尖一个，算是劫材吧。不然的话这不就并下去了。好，黑棋提过来，然后白棋打吃。
这个、这个事情飞机也必须得硬，走的话这被挤死了，两边都可以挤。嗯，黑棋白棋提啊，黑棋的劫色好像不太够啊。嗯，这个脚上还有一点劫，冲白棋挡啊，冲了断了打黑棋提、还有几个劫。嗯，白棋加，哎呀，这个劫、白棋舒服啊，这边太舒服了。对，黑棋挡，但现在是不能损的啊。对，然后白棋提，没有走是吧？嗯，黑棋断，白棋打吃，黑棋提。那白棋再走这个？对，打的先这个得接了吧？嗯，不接的话，小心可能被吃掉了。是的，是的，白棋接了，然后黑棋立下，立下来，白棋提。这一路打一下白的，这肯定是便宜的。嗯，对。就将来这个劫打完还得提回去的。对对。然后白棋提，黑棋提。白棋挖。挖。这个劫白棋找的也很舒服。黑棋是打在下边，不给白棋多余的劫财。那不给，应该是能拐在这里才叫不给多余了吧？哦。将来。就直接吃了这是劫财，这样的话白棋没有劫财、对呀、这个黑棋应该拐在这儿啊。这样的话白棋局部只有一枚劫了。不是，我下手马上就打了。哦，打不是后手是吧？打是后手啊。对对对对。后手后手白棋可以断进来。那白棋如果可以走这个，白棋只剩一枚劫。黑棋实际上走这个白棋还有一枚、两枚、三枚劫。对，好像是拐吃在这里、好像劫财少一点啊。对对对，他不肯损木吗？好像也还好啊，这个拐打也有价值。然后白棋拐打很有价值啊，这样的提变成新手了。对，哪个好还不一定。是，我觉得拐打吧，我会选择拐打。那应该是拐打。黑棋尖，白棋吃。黑棋提劫，白棋要断了吧？断。白棋先挤，挤这个也是不损。啊，这个都是白的。对。本身劫。提。这是眼见的、看得见的劫财。黑棋提是先手，白棋提。黑棋一直没找这个劫，可能是担心它不硬了，是吧？有可能。就因为虽然提起来看了很多，但是其实上它就吃了十来目。这边。白棋提完提的话，这其实也有十几目，这个非常大。提，断。打吃。对对，黑棋打吃，然后白棋提。现在只能扑了，没劫财了。黑棋对黑棋扑，白棋硬住了。白棋硬，现在因为是他有劫财，他白棋还有两枚。对，现在黑棋这个子还有一枚。这个不是劫财。这个是劫财吗？这个不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但黑棋这个可能也不是劫财，白棋可以都握吗？对对对对。有可能，提，然后黑棋提，都，白棋的劫财也快枯竭了。黑棋提在了那边。白棋的劫财也快枯竭了。白棋提，然后打一个，黑棋打吃，打一个还是提啊？就不走的话，他提完你打的话，他再打你是接不住的。这个比这个大吗？我觉得这个。但是他本来是他多提了一下，那好多了。他比直接打了提要好不少目数。是。所以白棋粘上黑棋提。白棋再打。白棋再打黑棋提。现在来看白棋这个是最后一个劫了。这还有一个劫。这还有一枚劫。还有一个劫。虽然是有点损这个劫。对啊。但是这个为了打赢劫这边都不是什么事儿。不是事儿。然后白棋提，现在黑棋还有劫吗？挖。挖的话不是可以不走吗？不走。对。白棋那边还有劫。但是白棋这个劫是。就是你走这个它是劫，走这个是劫的，它就可以再打一下。没有用。白棋是没有打的话，可能是担心怕它挖这个。这还是很讲究的。讲究。很讲究。讲究。现在挖的话，它白棋应该不是劫。应该不走吧。劫。提，那这个地方黑棋有棋吗？黑棋。打吃下来。打吃下来。我这。它不能立啊。对吧。立完它挡下来，就把两个一吃应该是。直接打。那黑棋如果提的话。断。断。这样黑棋胡。打吃。这样感觉上应该是不行的黑棋，因为
知足啊，哎，我没有劫财，我其他地方也还是没有劫财，土哥啊，没有劫财那肯定也不行，我也那你接触肯定不行，我就、接触他就随便走一个吗？就不行了？就比如说就紧一个吧，就紧一个，假比啊，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吧，气不够是吧？嗯，因为黑棋这个地方或者尖一个，嗯，怎么着？白棋气很长。嗯嗯，黑棋不能让白棋活，那么黑棋自身就没气了。不行，嗯，不行，那挖一个不是劫，不是劫。嗯，如果紧完这个气的话，它就是劫了。啊，嗯、对，这应该可能赚自赚两气有可能。但是白棋可以一直的不找这个劫，因为白棋外边的劫确实很多。对对对，就现在走的话，它是劫，它白棋可以硬，然后再打，嗯，这还是不行。那这个时候黑棋好像全盘无劫了，无劫了，嗯。这样的，这个肯定也不是劫，这个是劫啊，你损了它，这不是，哦，它不是劫，哦，它还有劫，它这冲还有劫，哦，所以黑棋现在就你损一个，它就损一个，嗯，现在黑棋找了这个劫，没办法，没有劫了，因为没有劫，这个有点惨啊，那就是比较小了，因为它这边还先提掉了，对，提完后它还能提过来。一二三四五，他其实才吃了，跟十目棋都不到。嗯，但是确实是全盘无劫。全盘无劫，那白棋把这个劫消了，嗯，很清楚。黑棋把这个提掉啊，这并不大啊。然后白棋再把这个提了，啊，本身这个地方这样就局势就明朗化了，我觉得。嗯，然后黑棋现在吃两个，这个，嗯，这是最大。白棋并，嗯，黑棋靠住。白棋把这个搬，嗯，搬一个很大，黑棋是占加，加，嗯，这样白棋这下已经便宜了，对，本来不走的话，黑棋可以一手立到这儿了，对，白棋搬，黑棋断死了，现在等于白棋这两下交换，致使黑棋只能吃在这儿了，他就先手打一下，对，所以相当于是本来是他立到这儿，然后黑棋是走到这里，嗯，对，这个我们范老师给教了一手，大家是关子啊，这个确实便宜不少。走完之后因为白棋脱先了，嗯，啊，白棋直接挡住了，那这个还是大，嗯，还是一起把这下团掉，然后打吃，这可能是最大的全局最大的一手了，白棋吃，黑棋立，嗯，看看我们，但这手也很大呀，你说三目，一二在这个搬家应该是后手吧，三四他这个也要走嘛，哦，黑棋可以补在上面，对，应该就那还好，那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嗯，黑棋，但是黑棋应该是先走掉的，倒是，嗯，黑棋粘，这是他的先手了，嗯，先手全力七目，这个三六目再挤，这应该是在读秒孙中的打将了，是。这因为这中间实在是围不出来，这白棋这两个子放在这儿，黑棋没办法去围控，所以黑棋还是选择了一个实在的。这个应该是六目多一点。六目多，嗯，六目多一点。对，本身是六目，但是将来白棋黑棋搬粘后还有个扑的关子。嗯，白棋点，黑棋，这是白棋的权利，黑棋只能粘，这也是白棋的权利，白棋搬，这个黑棋能。断吗？断，那不行，我胆子太大了，是吧？断这个，断这个，比如说，反正我这个局势也不太有利了，我现在能不能紧住他的气？紧住，我跟你拼了！你别说，这确实一下也没看清楚啊。这样，白的是不是死了？啊，是吧？是啊。哎，那我不是靠这个，就是这可能都不见得便宜，是不是？哦，嗯，那我确实只能吃这个。哎，那好像他就一人吃三个，把这个提了，我不便宜，对，不便宜，哦，这样确实不便宜，不便宜，一人吃三个。要是为了打两下，对，主要这两下有点痛，这太痛苦了。嗯，
所以白棋搬的时候呢，黑棋是选择了粘住。嗯，这没办法啊。这应该是他们应该不会出错。嗯，然后这是白棋的权利。嗯，粘，然后吃回去。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搬粘是后手。嗯，对。然后白棋提掉。这个不大呀。黑棋退。啊，那这个也挺，这个也挺大。嗯，白棋虎是战士。哎，这个二啊、哦，这二是四目多，我记得是。嗯，我如果没有记错，这个官子应该是四有三分之二目，应该。哇哦！我但是这个现在不一定准确啊。因为是小时候，我记得我们计算过这个官子的价值。姓傅哥的这个大家请记住。不一定姓王，我现在过了好多好多年，就完全记不太清楚了。那你跟这个判断一下就知道了嘛？因为他这打完一退，显然是一二三四五目。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说不走的话啊，这棋打吃，退压一下，顶住它，对吧？这成了五目，这还有半目，就五目半。嗯，这成了五目半。现在白棋虎完以后呢，黑棋将来这地方打完，它可以成半目的，基本上先手一目。一目啊、哦，先手一目，刚才是五目半，五目半。那么呢，这现在还有一目，那 就四目半吗？四目半，哎，很紧啊！刚才这个说是多少？四又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四有三分之二，那这个大一点。那还是这个大一点啊！点对呀、啊，这么说的话，嗯，哦，但是这个三分之一，这个确实也是，这个、确实，就是两个来看，从感觉上这个就大一些，他这个是吧？对。好，那然后白棋是、这个也很大。对，那这个和这个，兔哥给我们讲讲。哦、考验你基本功的时候到了。这一看就是一目两目三目三目多嘛，这个是。啊、这边是明显是黑棋一提，这是应该是有，哟，这边还有半目呢。对，暗藏半目。暗藏半目。怎么算？白棋现在藏的话，你看它成了两目半。嗯。对吧？嗯，两目半。两目半，黑棋这一提，黑棋这提这个是应该是一有多少来着？一有一目多嘛，加上这半目。对。嗯。也是三分之一，好像是不是？一有三分之一。我这个是啊，不止一，不止，这已经二分之一了。不是，它这个地方。哦对，光这个、这个地方啊、如果是一有三分之一的话，加上这个半亩，加上半亩是，多少？这个六分之五大概是哇，六分之五都出现了，就六分之三和六分、啊、六分之三和六分之二嘛，对吧？这是六分之三，这是六分之二，三分之一六分之二嘛，那就是黑棋提完后只有一有六分之五目棋哦。应该是吧，所以说是多少，因为六分之五加上白棋是两目半，嗯，这个应该也是四目多。我就猛点头就行了，我就听一听，这也是四目多，这也是四目多，嗯，那个也是，对，那这三目多啊，三目多，这个、那、这个、所以肯定是要应该这个大啊、这个，应该这个大。好，我这个我这个基本功很不扎实，我只能听。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应该是我来问你的，怎么这、不怎么到了？因为我现在全忘记了，都好多年不下比赛了。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一个那个脚步的一个什么爬还什么的，有一个十八分之几的一个。对，好可怕，那个当年计算过，但是观众朋友们只是做个大概啊，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把握是正确的，因为我真的记不住了现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做爱好者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对啊，做职业棋手要把这个算清楚，我觉得把这个账算清楚，我觉得可能会哭，我感觉。这么但是差不离，反正是应该是。而且不光是咱们要会背这个，关键。职业棋手要判断的是这盘棋之后的收束，对，就是你这个收完之后，你有可能会手指一个两目或者什么，是这个就很厉害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这跟官子架子是另外一回事。像巅峰时期的李昌镐，这个官子就是滴水不漏收的，对，这个后面是绝对不会给你机会的。对，经常半目胜嘛，那时候李昌镐。对。这个也是他可怕的，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他的官子厉害，所以我们才掀起了一股学官子的热潮。对，是。因为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都是什么，哎呀，定式啊、布局啊，都是这么学起来的。对，不在乎那些。对。嗯，后来发现原来是。然后后面又开始学官子，然后呢，现在呢，因为是从网棋开始以后，又学的不一样。
到最后现在开始学 AI， 就是每个时代那个学习的方式都不一样啊。嗯，但是最后终归是想要出成绩，终归是需要天赋加努力。对，就各方面都是越来越精细啊。是，嗯，这个黑棋班詹，嗯嗯，这是最大的。然后最大的一步关子就是提这个了。对，这个题也很大，嗯，这题也是一个关子。这个题因为跟打二环一和打三环一、打四环一都不一样，把这个又不一样。这还是打六环一呢？对，打六环一，因为将来顶的话，它可以不用打啊。对，这个计算又不一样啊。哦，我们还是就全都忘了，当年都学过。对对对对，这个当年都是下过苦功的。嗯，现在我们就快乐围棋就好了。他接住了。嗯，对，然后靠。嗯，这不靠，我觉得是还是一步关子的，正确的一个收束。嗯，我为什么呢？就是正常的话，好像可以打在这里啊。嗯，打在这里呢，它将来白棋是你如果要挤这要尖出来，嗯，那么呢就这个地方有三分之一目，有三分之一目，但是你是气紧了。嗯嗯啊，这个地方也是气醒了。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被他走到这里的话，就要被打回去了。啊，这个其实反而是要注意的。嗯，他走到这里来，虽然是现在现实中这一幕没有走到。嗯，但是呢，他可以含到吃到这个子。嗯，哎，这么可以看到，这有一幕棋不止啊，哦，不止，这还有半幕。啊，又来了。对对，所以他这个观子角度中是正确的收束。哦，是。哎呀，反正。我这个也不知道该作何评价，就是看觉得他们都是对的，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如果说这盘棋最后是半目胜负的话，嗯，那么这观子是非常讲究了。是是是，那就有很可以写一本书了都。对，但是我们按照刚才的判断的话，屠格这个时候大概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个黑棋最后发动了，显然是形势不利的时候发动了劫争。嗯。其实最后提了六颗子，嗯，六颗子后才还有要被踢坏的那个后续手段，嗯，但是这个地方呢，显然也价值上绝对只会不会比它小的，嗯嗯，所以这个黑棋这个打劫，就算不亏，它也不会便宜，嗯，没有获得便宜，没有获得便宜，嗯，所以还是刚才那个状态是小几目，对，嗯，然后白棋顶，那接下来这个我会算，这个就是两目棋，对，挡住，对，那你算这个也很好算。这不顶，啊，这不顶多大？不不不不，嗯，啊，直挠头，这个，觉得范老师，你这个准备神之一手的人，这个顶完之后，黑棋这个地方有一目，黑棋打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方有三目，这个地方差两目，这个地方差一目，啊，嗯，很好算，差，哎，怎么越算越多了呢？越算越多，对，两目、三目、三又三分之一，哎，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可能吧？有吗？我看啊，顶，对，这就是有这么多顶。黑棋现在有一目棋，对对对，啊，然后走，黑棋现在有三目棋，这个地方差两目，这个地方多一目，三目棋再加这个题有三分之一，对对，三有三分之一，是，你点很好算，嗯，很好算嘛，我干嘛那么紧张？是是，你神之一手，嗯，有三有三分之一，现在兔哥总是给我留下气口了嘛，不会这么，啊，哎，没有，嗯，黑棋提这个是三目。哎，哦，对对，提这个三目，然后这个顶是个两目半，两目半，哦，嗯，就是这个一目两目加上这个将来存的可能性的半，就是两目半。然后黑棋搬粘，嗯，对，这个是也是两目多，嗯，这也是两目半，其实对，这个我们以，啊，这也是两目半，不管和一个棋嘛，嗯，也是两目半。那接下来白棋搬粘，也就预示着这盘棋只剩下一两目的关子了。嗯，就是后手两目或是先手一目，对对，一般是这种情况。这个是后手两目，但显然是比这个要好一些。嗯，好在什么地方呢？嗯，就是好在它的劫材，对，它那可以打。被黑棋搬粘的话，黑棋会多两枚劫材。嗯，所以这样虽然同样都是两目，这个收的地方都是会有区别的。对，这个也关于将来最后胜负处在最后一个单片劫的时候，这就非常关键了。对。那黑棋把这个挡住，这是两目棋，白棋双，黑棋打吃。哎，这个白棋粘上，黑棋扑一路。啊，扑一下，嗯，提掉。白棋提，这就是一目。对，然后黑棋把这个这也是一目拱住。嗯，吃，打完接住，粘上，就把这个白棋团住。嗯，团住。
哦，对，这还有一个姨母。对，把黑棋白这个打了之后，把这个给走了，把这个姨母走了，那么白棋是不是就收到最后一个姨母了？对，白棋收到最后一个姨母。收到最后一个，其实这棋我们觉得就不要再对后面单关就不要再收了，就最后结果是，我觉得是不是给前面齐明和文先公布一下这样？最后的结果是白棋三目。半胜，对，就是现在是黑棋盘面三目，那么呢，这盘棋我觉得柯洁是完全没有发挥出他的实力啊。但是当然申敏俊也是下的不错。对，我觉得申敏俊下的相当不错，没有疑问说啊。我们虽然替柯洁惋惜的同时呢，也要恭喜一下申敏俊拿到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对，那我们赛后呢，对这个柯洁也是有一个采访。是，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赛后，这个柯洁看起来很痛苦啊，对，好想拍拍他的肩膀，说没事儿。是，我们也替他感到很难受。第九个世界冠军没有拿到，太过点了嘛。就因为走到那儿了的人可能很痛苦。是。但是我觉得柯洁这么难受的，我应该是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出他的实力。因为这几盘棋，尤其第二盘、第三盘，我觉得真的，柯洁都是好像都。是不是太不稳健了一点？是。那其实申明俊下的也是比较好，就只能说他对手发挥的太好了。是。申明俊确实发挥的非常好。怎么样？就看的第九关红石了。对，是的。是一个最年轻的九关。这次比赛其实他也是很不容易，在半决赛的时候，其实只有他一位中国棋手。对。说对自己很失望，然后觉得这个柯洁输棋后这样子，也比较少见。印象中，上一次应该是输给阿尔法狗的时候。对，输给阿尔法狗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就觉得是，他是用尽全身的，不是，他说他觉得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战胜不了 AI， 是这么个难受法。那这盘棋确实也是好像没有发挥出来。对，这个刚才他这么难受，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没有用全力，没有用出来。那次用出来了也战胜不了，这个是没用出来这么输的，他可能会也这么个难受法。对，因为对手确实下的也是没有给他什么太大的这种冲击的机会。是。好，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先自己简单回复一下，应该心里大概有数了。对，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个采访前夕看了一下 AI， 确实是。对手下得非常的好，非常完美。就整盘棋好像就上面一代折冲走完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后面当时只是觉得自己不太够，想拼一下，后来好像越输越多，所以还是自己的棋有问题吧，就是还是没能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对形势判断也不是太敏感，所以今天输了也很没什么办法，就是输的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就这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回顾一下这个三盘棋的这个三盘比赛吧，自己怎么看这三盘棋的状态？对，就是觉得对手好像下的都非常好，对，第二盘他也下得很好，这盘下的也很好，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反倒是我自己，然后也得继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就只能说现在实力上有一些不足吧，然后本来以为第一盘赢了，就是胜面还很大，但实际上最后输了，也是头一次被逆转的世界比赛，确实是一次很特别的感受，然后。以后多多努力吧。对这个，应该说这个，申敏俊这也是他第一次拿这个什么世界冠军。
这个三分棋以后对这个对手有个什么样的评价？就是确实是，开得非常的好。其实我赛前也准备了很久很久，这半个月来一直在为这次比赛做准备，准备了很多，然后也摆了很多，用决议用去分析 AI 去分析，但是最后没有取得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说感到很遗憾，然后也恭喜对手，能达到第一个世界冠军，确实从棋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所以非常恭喜那个申明君。这个三盘棋好像这个黑棋这方好像都不是在很大的优势，都输了。你这个黑白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吗？也不是，其实我愿意耕耘一下白棋，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其实可能还是自己的这个实力有一定问题。如果说实力真的很强的话，这种黑棋白棋其实区别没有很大，所以自己肯定是没有下好，没有做得很好。好了，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胜负世界的残酷，是是是是，这个胜和负都是每一个棋手要去独自面对的，也要去经历的啊。然后柯洁也是个大棋士，就是输掉这么重要的比赛，然后还是接受了采访，我们也恭喜申明君拿了冠军，也祝愿那个柯洁早日拿到第9个世界冠军。是的，我相信不会远的。对，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